人来了不少啊。啊，倒是挺多的。啊啊，才这么些个人啊。啊。啊我认识你、啊、认识我人多。老先生啊，谈不上。是不是啊？不是。你叫什么来着？啊，你别说啊。不，我能说出来你叫什么。我这嘴边上挂着呢。你瞧，你别说啊。想想你说了算马杰啊。我招你了。哎，叫什么来着？街上小孩们打架净说这个啊。还叫你王文林呀？王文林。王文林，我起誓了。王先生啊，说相声的，对对对，了不起呀、啊！有什么了不起？都说相声没有文化、啊，那是他们啊。王先生行啊，我瞧见您写字了，好啊，还看见我写字了，瞧见过是吗？呵，有人找您签名啊，王先生给写字啊，有写你的啥字啊？呵，啊，回来回来回来。不是怎么写这么长啊我。你就写错呀啊。写错就划了重来。好。好人。好。能耐大人性也好。人性不错。了不得呀。有什么了不得？共进谦和呀。人物你是。我什么人物？待人接物客气。啊。没有这些个优点。你跟那个兔子赛跑你赢不了。啊，人家是龟兔赛跑啊！啊，不是不是泥兔赛跑，了不得呀！有什么了不得？我一瞧见说相声，我打心里我高兴。哦，我昨天晚上做个梦。哦，我梦见都是说相声的。都梦见谁了？一辆大汽车啊，一排一排坐着，全是说相声的。哦，侯宝林好，马三立哦，我全宝、于宝林、于世友。落房啥这说相声的一堆死鬼啊，我得找啊。啊，王文林在哪排坐着呢？王文林没，我不去。木有。嗯呀，从头到尾木有。那是邪了门了，应该有。谁说的？开车的是不是？呀，牛振华。没找着，非追尾不可。啊，整个车上没有王文林。没我啊。这时候就听牛振华说话了。啊，不知道车坏了吗？王文林快点推、啊。我在后头推呢。在车底下呢。啊，喜欢相声啊。喜欢好。找着这么个地方高兴啊。啊，是。我以后我天天来。来吧。我上这儿听相声来。嗯。我不回去了我。你怎么不回去了？我也回不去了。怎么？我不回去了。怎么上？我在家，我惹了点祸，我回不去了。捅娄子了？我不能说，我惹祸了。你说说啊？说说，帮你解决解决。要了我的命了！怎么回事？哎，这话说来就长了啊。到你们北京来啊，你们讲究什么市长啊、部长啊、省长啊、局长啊？啊，在咱们那个地方最大的官儿啊，村长。那是。我把村长得罪了。哟，怎么得罪了？我回不去了。咱们那个村长是个很了不起的人啊。哦，一年四季穿西装打领带啊。嘿，天儿多热，这上面这个衬衣不解开，也系着领带。规矩。哎，不，他就是那样。天儿热，哦，一穿个大裤衩，上面也这么着。不，这什么毛病？我总纳闷，他怎么回事呢？就是他为什么不解开呢？啊，那天晚上啊。我们这个村子里边这几个负责人啊，坐在一块儿啊，啊，商量下半年的工作啊。碰啊！合着打麻将呢？忙着呢。哦，我也忙着呢。你？我给倒个水啊什么的，换个痰盂儿的，伺候牌局。就瞧见咱们村长这汗呢，哗哗的流啊！哎呦，我心说你解开他怕什么去了？就是。村长，天热的啊，解开吧。哎呀，奶奶你好呀！怎么了？惹了祸了？那我才知道他为什么不结呀？为什么？他这有块癣，哟，脖子上有块癣，哦，这么大块，哦，上面还长了一撮黑毛，哇，他怕人看见，哦，所以老记着，这是个秘密啊！哎呦，让我给解开了，吓坏了我呀！就是，我都傻了啊！村长很和蔼啊，
一伸手啊，啊，打办公桌里掏出把刀来，嚯，吓我一跳，那是杀人灭口，就是，我说村长你别讲，我有办法，有什么办法？我有办法，我能让你这块选搬了家。这选怎么搬家？我学过中医哦，我有一种膏药哦，贴上之后再站下来，这儿就木有了，没了。可是这个你得挪到别处去，必须挪到别处才行。哦，等于给他转移了，能搬家呀？还这行？来试试吧。啊，贴好了啊，给站到胳膊上啊，木了，还真行。这儿木有了，转胳膊上了啊。过两天坏了，怎么？天一热穿半袖的啊，这儿露出来了哟，搬家。搁腿上，哎，这也行。搁腿上了，行。又过几天，他们出去踢球去啊，腿上又露出来了。哟，怎么办呢？啊，接下来啊，搁屁股上，嗨，哪儿贴你？给村长贴屁股上，贴屁股那边屁股。好了，哦，又惹祸了。怎么又惹祸了？村里出事了。出什么事了？那一天晚上，咱们村那个妇女主任啊，晚上出去办事去了啊，回来时候夜里12点了。哦。走到村口、嗯、那个荒郊野地啊，碰见流氓了。哎呦，那个流氓打算强行无礼啊。哦，俩人打起来了。嚯，漆黑的一个晚上啊，妇女主任遇见了流氓。你瞧，经过激烈的反抗啊，流氓被扒个精光。啊，一件都没剩啊，全扒光了。把流氓给扒光了，咱们妇女主任有力气，全给扒了。哦，扒完了自个儿脱。哎呦，啊，我们的了，就别脱了，别脱。他是为了报复那个流氓，没想到啊，这个流氓扭头就跑啊！哎呦，也没看见脸啊，就看见屁股上有块癣。哎呦，要了命了！村长都说是村长啊，你瞧，这是我的罪过啊！你瞧瞧，妇女主任那个老爷们不干呢。哦。找咱们村长去了哦，上家谈判哦，村长不承认啊，那是他不承认，是这个主任这个爷们儿也不打也不骂，炒了2斤多黄豆啊、哦，你把这都吃了吧，村长你吃了吧，你吃完就走了呗，吃黄豆干嘛？村长真听话，嘁着咔着全吃了啊、哦，吃完喝了两泡凉水哦，转身出去了，前面走啊，他屁股后边叮当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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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改了古乐队了，大伙都纳闷儿啊。村长，嗯，那是什么响啊？啊，村长说了，没事。嗯，人一上年纪就爱放屁。哦，过去一天一个的放麻烦，嗯、现在好了，高钙屁、水果味儿，一屁整过去5个。嗯、哎，我可快吓死了。那是，怎么办呢？这个祸是我惹的。对。回家之后，我跟我那个媳妇儿商量啊，怎么办呢？跟你媳妇儿说，我媳妇儿不饶人啊。他，我告诉你，别惹祸，你惹祸，你怎么说惹祸？急得我没法没法的呀。这媳妇儿还挺厉害。我这个媳妇儿你没见过？没有。这个碎嘴子哦，一天到晚呲这个牙，哪哪哪哪哪哪哪，不闲着，老说，就把我都说烦了。哎呀，去年夏天就是啊，说的我都烦了。走走走走，一天到晚光知道得得得得得得，你呲这个牙，你不知道歇会儿。是，你出去玩会儿去吧。哎。上海边去玩回去，好，找那个有鲨鱼的地方去玩去，走。嗯、打了百多尾鲨鱼，走俩月啊，回来了啊，回来我一瞧 啊, 啊，在海边也没闲着，怎么牙都晒黑了？嚯，可是老嘚嘚来了，这光张嘴了、哎、啊！你给我出一主意吧啊！我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他劝我啊，你上北京吧，你哥哥不是在北京吗？哦。你找你哥哥去吧，让你出来，这法不错。是，我上北京来、啊，我找我哥哥来了。对，我来了，我后悔了。怎么？我那个电话号码找不着了。哎呦，那怎么找啊？这假我也不认识了。你看看，怎么办呢？就是，急坏了我了啊！先住旅馆吧啊！天天没事出来满大街转悠吧啊！嚯，北京啊，可了不得了。是，这个大楼怎么这么高啊？高。1、2、3、4，正数着呢啊！打那边来个小子啊！你干什么呢？啊，没事数楼呢，北京不让数楼，数楼罚钱。哇，多少钱？数多少楼了？8层，80。当时就罚80啊，1层10块，给他80。好，他扭头就跑了。啊，这个傻小子啊，个缺心眼儿。人家拿你80块钱，人家还傻小子。啊，我都数到17层了，我。那也蒙你80，发了财了啊！发什么财呀、啊？他是跑了啊！他地上掉点东西，掉
我捡起来一瞧啊，文化活动中心的票。哦，这有点意思啊。我出去玩会儿去吧，看看，我找吧。啊，按着地址找着一瞧。奶奶娘啊，这个楼可是不小 啊！是，说这里边有吃的，有玩的，有游泳的，有洗澡的，看电影的，演马戏的，说相声，干什么都有，综合娱乐中心。我坐电梯上去啊，我从上面往下来，一层一层的玩，对，也行，好不好？好好好。上了电梯，仨小时没上去，这楼太高，没电，你六天也上不去。哎呀，还是走着走吧。那是，先到一层啊，一层是个游泳馆，哎。这个屋里边也能游泳啊？现在室内游泳啊？我把头一看呢，啊，那个教练一把子把我揽进去了。来下水游泳。我说你是干什么的？啊，咱们都是国家游泳队的。哦，我国家队的。啊，那得过金牌吗？金牌没得过，但是咱们从来没淹死过啊。好，那我来吧。啊，跟你学吧。啊。跟他一块下池子游泳啊，什么这么游着还反着游的啊，那是自由泳，好玩啊。啊，游了一个小时上来了。我说行了啊，今天就到这儿吧。啊，我实在喝不了了。嗯，我这个水量是有限的，我太多了。嗯，本来还想去茶馆了，这回不去了。嗯，灌饱了。哎呀，上二楼瞧瞧吧。啊，二楼是个戏园子啊，有个台，坐着好些个人看演出呢。哦，有节目。我买了包瓜子儿啊，我坐着吃啊。这瓜子儿皮不让扔，那是随便扔得罚钱呢。那是我扔哪里呢？啊，我前面坐个大姐啊，穿着个风衣，风衣后边还戴个帽子，在这儿吧。嘿，嘿嘿，我地上一点都没有啊。是是是，演出开始了。哦，出来个大姐，嗯，拿着个话筒，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文艺晚饭开始了。文艺晚会是个晚饭，看戏还管饭呢啊？谁说的？看着吧，他说了啊。这个大家来到咱们这儿，咱们这儿很高兴啊，希望大家度过一个愉快的白天。大家都知道黄河吧？啊，黄河是咱们的母亲河。对，我们要爱戴我们的母亲河。是。下面请欣赏《长江之歌》。嗯。谁不爱谁？我站起来就走了。是。你自个儿都闹不清楚。你说了半天黄河怎么穿到长江上去了？走了，走，上楼啊！楼上演马戏的啊，呵，耍那个狗熊的啊，耍那个鸟的啊，耍那个狗的啊，耍那个猪的，呵，好玩着呢啊，好玩着呢啊！出来个耍老虎的哦，我那个大姐长得那个漂亮啊哦，耍那个大老虎跳过来跳过去啊，最后这个大姐嘴里还叼块糖啊，老虎过来一张嘴把糖给叼走了，够惊险！这些个人还鼓掌呢，那好啊，这算什么呀？算什么？不算什么，我就行啊！你行，我行，你真行！你把那老虎牵开啊！我也行啊！你这个岁数说这就不合适了吧？看了看也没什么意思啊，转身出来我肚子饿了啊，我说我找点吃饭吧。哎，对，吃点东西。上大街一瞧呀啊，我瞧见我哥哥了，碰上了，推着自行车哦，跟这站着呢。哎呦，我说哥哥啊，我在这儿呢啊。哎呦，兄弟，你怎么来了？这我说哥，我想你了，我找你了，啊、我饿了。哦，好，跟哥洗澡去啊。这不挨着这话说的。不像人，饿了，你得带我吃饭去，洗澡去，像话吗？就是，问问他、嗯、怎么回事？嗨、你们看见哥哥抖了裤子吗？怎么回事？怎么的了？啊，我遇见坏人了。哦，我骑着这个自行车啊，我往家走啊，前面有个大胖子，我这个车小，20的小轱辘、哦，他是28的大轱辘，是骑着骑着他一猫腰啊啊，噔，他出了个虚拱，哦哟，全是顺风啊啊，奔我就来了。啊，我这个轱辘小，蹬起来，我去，一点没糟践啊！他气死我了，满贯，我要报仇啊！是我玩命的蹬，我蹬到他头了，我也一毛要蹬，放了一屁，拉裤了，使劲太大了，这一直骑着大梁呢。走吧，兄弟，跟哥洗澡去吧。这是得洗澡。对对对了啊，这回说话就挨着了。是，对对，刚才不对啊。是，我饿了。洗澡去，不耐着，就是这回行了、啊。我饿了，你拉了，这也不像话，这个。洗澡去，洗澡。来到澡堂子一瞧啊，啊，伙计挺客气啊。二位来来来，啊，这儿搓这儿搓、啊，一直我哥哥，你院里搓去去。
怎么把他轰出去了？他那个味儿跟别人不一样。我一瞧啊，哪是澡堂子？怎么这到了阴间了？怎么到阴间了？阴曹地府是吗？放了一个大锅啊，里边开水正煮着人呢，有一个老头坐那还喊呢：“俺受不了了，受不了你都出来，你都是。”但是泡没了，什么没了啊？煮差不多了，打上来搁边上，有小鬼过来给扒皮呀、啊。那是搓澡的，呵，活的知道不？哎哎，搓吧搓吧搓吧，搓了搓，搓完把衣裳拴在桌子腿上。拴着桌腿干嘛？那有人偷了，这没人偷。谁说的？我在村里那坑边上洗澡还丢衣裳呢。他坑边上不是没人吗？没人还丢了，那么些人，谁是偷裤子的？啊！伙计劝我，你就搁这吧，你搁这吧，我保着你，你保着我呀？谁保着你呀？啊！连保连坐啊！站在池子边上一瞧啊，我今天学游泳了啊，我得扎个猛子呀，给他露一手，给露一手吧、啊，我蹭就下去了啊，上了当了，怎么小鸭子没进水，脑袋磕个大疙瘩呀，喝了两口水，噗，臭脚丫子味的，我到水里我不能白来呀、啊，我得摸摸鱼啊，我看哪有鱼啊，啊我东一摸西一摸，没有啊，啊，摸来摸去，呀，有个大王八。呵，那软盖大王八，是我正摸着前面站起人，啪给我一嘴巴。啊，那小子不洗澡摸我屁股干什么？